或许 Red Velvet 周一在恋情曝光后分别发文向粉丝道歉，即便难免会有不能接受的粉丝，但平时形象认真良好的两位让大部分粉丝都还是非常祝福。透过歌曲合作结缘的 Crush 和 Joy 在当时的花絮和直播片段中的模样也被翻出来，互相都是对方粉丝的他们羞涩的模样让大家看了都颧骨上升。还有人挖出几年前 Crush 在综艺节目上说过理想型是 Red Velvet 的队长 Irene， 曾经在节目后台巧遇过对方，当下都忍不住惊呼好漂亮。而在去年第二次上该节目时便透露 Joy 在跟他合作时也有开玩笑提到此事，让他急忙回应其实我的理想型是 Joy。 随着恋爱报道出来后，还有许多往日片段也被挖出。레드벨벳의피처링을한분만할수있다고하면은서로의짝꿍에게양보해주실수있나요아니요오양보못합니다형은이미피처링을많이나레드벨벳안했어아니레드벨벳말고다른데서많이하니까레드벨벳하고싶어如今不但先跟 Joy 合作过，还直接变成男朋友，不知道好友 BY 怎么看呢？